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对于尔冬升导演的印象就是他编导了很多著名的作品。我想今天一开始先请这个尔冬升导演跟大家稍微聊一下70年代的那个版本对您的意义是什么。你们肯定没认错，我不是秦沛的。就今天做了一天的访问，就有些记者朋友都在问我这个以前那一部32那件。其实那部戏拍完之后我只看了一次，那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我有时候电影台会去播嘛，我看到我都马上转台。为什么？因为很多演员其实都有这个心理上的问题，从好莱坞到香港啊台湾，我不知道，我举个例子，刘青云也不看他自己演的戏。就是因为其实我看我就觉得很有点难为情了。旧的那一部，因为当年我才19岁，所以这次拍这戏之后，这次来台北，我蛮这个感觉不是太好，因为我发觉我变成了一个历史人物。刚好40年，将近40年，对对。还没算我4岁拍戏，所以伤感。其实这个旧的那部跟我没有情意结。因为在99年的时候，其实上一次的这个剧本我跟秦天南已经写出来了。当年是要找张国荣来演13。然后是找这个主演内丰演32人，那你们上网查一下就知道，当时牵涉有一些很麻烦的事情啊，官司啊等等，后来又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就终止了。那一直到12年的时候，那我在拍有一部戏叫《大国厨师》，好像都没上的大陆是吧？啊，不，台湾都没上的。有。那。当时也来不及去拍 3D， 因为也没有人手，整个拍 3D 的团队都是徐导训练的，整个 3D 是台湾工作人员做的。那在12年我就跟徐导说，我说现在有 3D 这个技术，那我也蛮喜欢的，那我就重新启动这个项目。所以在12年8月29号，我很记得那一天我去了横店，但是在那一天晚上我看到他拍《神都龙王》那些群众演员，所以我想到了那个《我是路人甲》那个剧本，然后我就花了10个月拍了这个戏。这个戏是延期了，所以您刚刚问我这个旧的那一部其实没有影响的，根本没有什么关联。我想就是明星跟影迷之间的差别。我看了5次旧版的30年前，所以我自己在看新的版本的时候，就待会想请教导演啊，因为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的电影，倒不是要去捧尔冬升导演，我自己真的觉得你当时的年轻跟俊俏改变了古龙的原著，就是在旧版里面的三少爷是一个更迷惘的少年。更天真一点，更涉世未深一点，没有像林更新在这个作品里面有这么多的，有些弥补可以遗憾啊，或者是不要恨我。在旧的版本里面，你跟慕容秋蝶是没有情爱的关系的，跟小丽之间也比我们现在看的版本来的单纯，甚至也可以说你跟燕十三之间的关系也单纯很多。也就是说，我现在来看，21世纪这个版本，不只是在技术上面的一个推陈出新，我觉得在整个内容跟甚至意识形态上面，其实都非常非常不一样了。所以有点好奇的是，虽然您不再重看您拍过的电影，那你一定记得您当时所拍的这些内容跟细节，所以当你在做这个新的版本的时候，你有没有很清楚的刻意要拉出跟它的不同？其实很老实说，40年前的事情是只是一个很多的片段，可能一个画面。现在在座的年轻人，你记得10年前的事情？
跟梦境差不多。其实我也刻意不去看这部戏，因为我也知道这个《三峡的剑》它的不同的版本电视剧也有，但每次都是大幅度的改的。那我们这次，我这次是有秦天南一起合作。秦天南是香港我认为写古装最老最大的，他的投名状呢《十六围城》的第一稿全部他写。我的以前的门徒啊，包括早熟啊，我都跟他一起合作。他写时装片可能对白没有现在年轻人这种语法，但是他跟我一起合作是整个剧本的结构做得非常好，那整个底是他起出来。因为从1999年到现在其实太长这个过程了。我们重启动之后，有了演员进来，我们的微调，它这个过程是非常长的。我现在忘记所有的细节，有些是在现场去调整的啊。因为这次没有什么包袱。徐克导演以前拍金庸先生的改编，他拍到最后金庸先生是不给他拍，给他都翻脸了，就你把我的人东方不败的变成这样。那我们这次当然可以放开手了，因为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说的。在我演完《三十二内线》之后大概两三年，我跟我哥哥张大卫在台北一个酒家里面跟古龙先生喝酒，还有拿卡西在里面，应该在林森北路里面。我就求证，我说楚原导演说你那个流星蝴蝶剑是教父，然后陆小凤是007，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是真的。然后在那一次的对谈里面，他跟我说三少的剑其实这个故事发生是在台北，就是杀手叶石山就是一个杀手，然后三少爷就是一个有钱的小孩，用可能是官二代富二代这种，所以他跟我谈过这个故事的原意，当然不是很细节，所以我也没有违背他的那个大方向，是全对。就像这个慕容修迪跟三少爷，其实他们两个如果不管他是在有钱或者没有钱的家庭里面，但只要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一样的话就可以在一起，但可惜他们两个不同。所以他跟我谈过很多的细节。是，如果我们光就您导演的作品来看的话，我实在看不太出来您也想拍武侠片的。应该说从《燕老正传》，就台湾翻译叫，台湾的片名是叫《天天星期七》嘛，还有后来大家很熟悉的《新不了情》啦，《旺角黑夜》啦，或是《门徒》啦，《新宿事件》等等的。我们看到你所拍的电影，到的是一些社会写实的，或者是所谓的文艺片，从来没有看过您拍武侠片，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想要尝试武侠片？难道会像某些导演讲说，每一个华人导演都想拍过武侠片，是吗？反而不是，因为我的成长过程在有一家公司叫邵氏公司，那在那十年里面，其实我拍了很多戏，但那个都不是我想拍的大部分，因为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我是。学打鼓的，我想玩乐队，结果我进了邵氏是拿把剑。所以当时我们在新浪潮的一些导演回到香港看我们邵氏，是当我们是一个很古老的人。所以其实我不太享受在邵氏公司那十年，那时候它是一个片场的方式，其实是很垄断式的，就是资本家给你很低的薪水。我离开邵氏的时候是一毛钱都没有的，问我哥哥借钱还给他，我这是预支的。当时我们在香港很多年轻人希望共产党快点来香港，就拉倒一些资本家，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对武装片没有情意结，但是我对跟徐克导演合作有情意结。我最敬佩的两位导演，第一位就是许鞍华导演，第二位就是徐克导演，因为他们两位在他生命里面只有电影，
他没甚至旅行他都没有兴趣。当然还有另外一位很尊重的，就是吴宇森导演，你看他现在身体出了问题还是一直在拍戏。所以我跟许鞍华导演合作过《男人四十》，徐克导演我跟他之前错过了几次合作的机会，我也在他家里说，我说我们已经三次没有合作不成，以后我们就做朋友吧，不要合作。这次我抓到一个机会，我觉得还是要跟他合作，因为这次今天这个叫什么大师讲坛呢，应该是他来的。整个剧本他在我们之前创作，这次他也没有干扰我的，但是在所有 3D 特技所有的后期的都是他教我的，所以这次对我来说也是拍了那么多年戏，就是之前那个我是问一下，是遇到所有的非专业演员也是一个挑战，很困难，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玩电动游戏一样，我们是找一些有难度的来去玩的嘛，对不对？对，这部戏也是，我自己对科技的东西不是很喜欢的，但是在这个过程，整个过程我们尽量去做到最好。我刚刚在偷偷看了一下，是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现在，因为全世界这个整个 3D 的这种系统都没统一，所以我进来观察的时候，它的亮度也会影响到的颜色，那现状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拍完这戏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是毕业了，分数不是很高，但是还是整个特技 3D 这方面是指导应该给我毕业。刚才导演提到说跟徐克导演合作的过程里，他的主要的影响是在 3D 的部分，不是 3D 是很容易拍的，3D 很容易，特技我们这刚刚各位看到大部分都是场景，有一点很好笑的，就是我们希望做的像邵氏的老片子，整个背景比较假一点，但是特技他们是的概念是要把它做成真的一样，所以做回来太真，我们就你那么真不像假的，你知道，所以这个是来来回回做的很久。真正最难的还是叫威亚去演员拍打的，因为现在的演员没有一个是真正有身手的，可能大陆的吴京啊或者甄子丹啊香港也没有新的一辈，最主要说一些趣味的事情嘛。以前为什么有那么多像成龙啊元彪他们这样的演员出现，因为当年他们都是学京戏，包括台湾复兴剧校等等很多学京戏的人，但是京戏是没落，他们就进入电影圈，那现在没有人学，在大陆学京戏的人是不愁工作的，你如果练了十年之后你就可以上台表演，你很差都可以在一些园区表演给游客看，他不愁生活，所以没有进入这个圈里面。那现在拍这个戏最困难的就是我们的最优秀的指导其实年龄都到了，包括袁和平啊洪金宝，他们训练的一些徒子徒孙很多，但是我觉得要找一个超越他们的是很困难，所以对武侠片来说我会不会再拍是最主要是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指导，动作指导。那回到那个演员的话，你应该不会用你的形象去挑就是新的三少爷的人选吧，那你怎么选择就是这个版本的两位主角，那可以稍微聊聊吗？没关系，是我在横店，大家知道什么横店是哪里啊？知道啊，就在浙江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基地。那我在拍《路人甲》的时候，他也在拍电视剧，这种是缘分。我觉得我见到他之后，他其实是一个宅男，所以他人很正派。我要找一个，我当初构思的时候，神剑山庄这个家族就是甘乃迪家族，他们念书是在哈佛这种，就是。慕容秋迪的家族就是梅老板，
所以我要找一个有那个感觉，他呢是很稳的一个人，就是他的眼神都很稳，所以我觉得他上完妆就很像。那叶群三呢？何润东，大家可能也看，有些朋友看过有部戏叫《真心话》，是15年前他第一部戏，当时那个女主角是范文芳，范文芳也是新加坡已经在当女主角的，那部戏你看过吗？哇，好少啊。我也是在横店拍戏的时候遇到他，他拍完，我跟他说，我说你已经入行15年了，因为他拍《真心话》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回波尔多了，他出了唱片也不行，基本上没有可能获得他续约。然后我在横店的街边就零下4-5度，我在拍路人甲里面有一场跳舞的戏。我跟他说我印象里面你过去15年好像没有什么角色让我留下印象，那我说我是要拍32天里面有个角色你要愿不愿意尝试，那他当然愿意。那我用林更新跟何润东跟这个蒋梦婕其实都遇到很大的阻力，所以要争取的，因为老板都希望用更出名，但是如果用更出名的演员，其实我的钱就少了，主要是他们没有时间给我。这部戏拍摄期是6个月，工作天是122天，所以他如果这现在的演员所谓的小鲜肉那种，假设他不给期给你的话，你什么导演都没用，所以这是也是各方面平衡。那我觉得跟他那么多年没合作，就再合作一次。我自己个人看了这个片子，反正对于何润东是非常的惊讶啊！就除了造型、那个角色的设定、他的表演等等，都应该说远超乎我对旧版当时留下的印象，甚至对原著留下的印象。因为叶十三在现在这个版本里面已经不太只是三少爷的对手。在某些时刻他有点像他的兄长，有点像他的导师，甚至帮他指点一些人生的迷津这样。这个转变上导演给我们聊聊吗？忘记了我觉得我这样说吧，那创作的过程因为时间太久，但是方法我可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这边是可能有一些因为是学这个编剧，就是他有一个笔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去设定人物的时候呢，在你去要不要拍这个戏，要找什么演员，里面什么桥段，所有东西都是要用左脑去想，你到最后可以这个戏不要冒这个险不要拍的。那当你决定要拍的时候，你所有的对白所有人物背景的事情，你就要用右脑来去写这个对白，所以我们每个角色里面要想透他，要赋予他生命嘛。你光是一个杀手他没意思的，必须要给他背后的故事，所以叶十三的角色反而比较好写一点。刚才导演在提到就是这个过程的时候举了很多其实现代人作为例子，无论是甘乃迪啦，或者官二代富二代等等的，我想你会让某些朋友在看新版的三少爷的剑的时候也会做一些联想啊，就你一直提到的，比方说叶十三去责问这些贫民窟里面的这些村民说你为什么不自己救自己，或者在里面三少爷不断提到的这个错误或者遗憾希望能够弥补，或者一直强调不要恨我不要恨我等等的，都会让我们联想到说这是导演就是在刚才您提到在想这些角色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对现实或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反刍或者是一种想法啊，投注在这些情境里面。很难哦。我在拍新老情的时候那个首映完了，观众可能有些年轻也没看过，那里面刘青云的际遇不好的，
那我就首映的时候，散场的时候，我很记得曾志伟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好像这个是我的故事一样，其实跟我无关，我没戏里面刘青云那么惨。所以创作人，我觉得他里面的这些所有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不会违背我的看法。那你说有没有把我自己事情都发生我身上的，但是我必须要认同的。我刚刚好怕你的问题了。我其实在里面没有对我以前女朋友的忏悔的，没有。今天要问这个问题，你自己说了，我最想。因为确实，我刚才说过，旧的那个版本里面，其实三少爷的情感关系单纯到一个，就像个青少年的地步。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很复杂，像慕容秋迪不断的在问三少爷，就愿不愿意再娶我，愿不愿意在一起，然后还有几度的。娶她又抛弃她，又去抢她又抛弃她，等等的这些过程，然后最后她要面对小丽，哇，非常非常复杂。你不想讲情感关系，我不谈。这个戏里面，其实三少爷在他处理感情方面是处理的我，对，跟我以前年轻时一样。这下你自己承认了。是的，因为很多导演。我只能这样说，很多导演跟编剧其实他可以把他戏中人的生活的际遇包括他的人生都处理得很好。那确实在我个人人生里面，我的感情生活我就处理得不好，我是处理得不好，这个不需要有什么隐瞒。是的，因为很多人都处理得不好，在座的男士，所以这个在创作上也很难不放自己一些的看法，或者出卖自己的朋友等等。我想这也是现在这个版本，其实我刚一直提到的更复杂、更有意思的原因之一吧。那我们跟大家公布会在金马影展放映《三少爷的剑》3D 版的时候，有很多那个资深的影迷打电话到这个金马办公室来说，我就说哪一场儿东升导演会不会来？然后现在机会来了，所以我们还有时间吧。有的话，我可不可以让现场朋友们可以提问啊？想问问题的朋友可以举手。变得比较简单了，就是跟你早期作品里面的可能某些复杂黑暗是这个意思吗？就像路人讲，那追求的那种天真、那种单纯性。我的上半身是很悲观的，我看一杯水是半空的，我是一直要令我自己是乐观一点。然后呢，现在其实拍电影是越来越难了，因为从那个底片转成数码化之后，现在整个媒体，现在每个年轻人都能拍戏的，其实整个世界改变了，电影也是越来越难拍。加上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比方说在80年代的时候，在欧洲很流行暴力的电影，那现在没有人都受不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新闻都太刺激了。你要多残忍多残忍，多恐怖多恐怖，你要在网上去看杀人的杀动物的什么东西都有。所以再加上我觉得在香港，我其实在大陆拍戏很晚，大魔术是第一部，然后路人甲跟这部，我在大陆待了2个冬天，今年应该是第3个冬天。其实我深深感觉大陆的城市的生活压力，他们每年有750万的大专跟大学生毕业，750万人，然后中专跟中学生有700多万，但是多少人进大学我不知道。但我从很深的感觉，他们的压力非常大，就每个人对这个前景是没有信心的，他没有安全感，所以大家争夺得很厉害。那我自己认为，包括我的年龄的改变，我现在我不会去拍很沉重的东西，就是如果看完，就有些电影看完就会让你是觉得人生有希望。这种戏在以前70、80年代全球经济起飞的时候很多的，当时的作用是在大家生活的那么好的时候，我们把那些社会里面黑暗面了负面的东西拍出来，有些是
有些戏是的确可以令到观众去关注这些社会问题，包括韩国最近的一部戏，它可以令大家改法令的，对不对？但我自己觉得，如果带给观众一些娱乐也不是错事。所以这个戏我们在创作，这次创作的时候，任老师说主要的市场是面对中国，他今年底可能明年出就40000块，也不会多过美国，在未来可能不需要10年，会可能有8万块，因为它的转变非常快。那它的特别在于什么地方呢？它的贫富悬殊很大，现在还有8000000赤贫人，中产多少人不知道，现在中国有多少人其实没有人知道。那它的教育水平的差别很大，诺英甲里面只有2个念过专科学校，里面大部分是有一些小学没有毕业，所以他的观众的阶层也差异非常大。他也非常有趣的，有些元素其实也可以去卖钱，老炮这种，但他需要来个年轻的偶像来演。那有些戏，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卖那么多钱，很奇妙的一个。所以这次的创作呢，我跟齐天南跟徐克都尝试，因为现在没有专家，我们深入浅出，就整个故事的人物之间，我们尽量写的想得很深，里面他们的内心想法是，但是在用这个古装的语言的时候，它有很多不同的语法，有深有浅，我们尽量是深入浅出，就是希望一些知识分子或者一些台湾叫文青的人来看，他不会觉得他太白痴。但是到了乡下小镇青年看，他也要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这个大家都在看美剧嘛，是吧？在美剧在中国其实很少人看，数量非常低，所以现在是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包括也会影响我们创作人一直在调整。说到大环境的改变，作为影迷，我好奇，比方说像《旺角黑夜》门徒这样子的影片，在现在的比方说市场或环境里面，它还有被拍摄的可能吗？有的，其实有一部戏叫《亲爱的》，这个新拍的是卖儿童的，然后有一部《失孤》嘛，是吧？这两部戏在3年前或者4年前的那部不能拍。所以我们也一直在争取，就是要帮他改变这个概念。我们的提出的香港的电影提出的，就是在你们所有的官媒，就是中央台、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什么，在主要媒体都能播出来的这个社会新闻，其实你就应该给我们所有电影人来拍，我们把它在电影里反映出来，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坏事拍成好的嘛。所以这方面他也是一直在开放。那不是靠香港合拍片，其实靠很多内地的导演，因为大陆的国产片是不审剧本，只要有一个大纲就可以，所以他们反而是去所谓打这个擦边球，就跟当年台湾的新闻局一样，是一模一样。当年台湾的管制也是很严的，所以它是一个重演，大型重演，但是我认为它是改变的是比我们想象中快乐。3D 不难的，其实 3D 就你要选择一个你认为适合的题材才可以拍。比方说你要用剪接的方法，像寒战这种，你要用节奏剪接那不行，因为观众会晕的。我们这次主要第一点，这个根本没有一个专家，其实现在你看阿凡达也是落后，我们在尝试就要首先让观众看的不要晕，这个在剪接上都是很麻烦的事情。这个技术上问题，我们剪完了出版，我们剪片是 2D 的，当他拼完了 3D 之后，已经在做特技了。我自己觉得太快，我加了要100个镜头要改场，其实这个就很多钱，因为整个特技要重做。当我做完之后给徐克导演看，他又改了很多镜头，因为每个镜头转的时候要给时间你们来转这个焦点，这些细节东西其实观众不知道的，所以包括
眼光度，我们吃尽我们的能力，因为每个影院不一样，有些是比这个炫光，有些比这个影院是更暗，所以它不同的系统，我看这荧幕，这是金属的，所以这个荧幕就是我遇到最大的问题的。这个大部分都是用这种金属的荧幕，但是我们用的调色的时候是用杜比的系统，现在美国认为要改回杜比，因为他一戴了眼镜，他的红色就没有了，就变成绿色的脸。那这种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没有办法去统一，全球都没统一。但你们观众应该是不会感觉的。我觉得拍这个技术是还是为那个剧情而服务吧。如果我要带观众进入个情景，我就会拍 3D 了。就是如果我要拍部鬼片，我有信心可以吓死两个。技术还是为那个剧情服务吧，我觉得什么取舍？就是还是拍合拍片，还是拍本土的，还是在坚持港戏跟市场方面。香港在49年之前没有电影，去台湾叫沦陷吧。香港没有电影的，以前就是在49年之后，上海很多电影人到香港，就包括左派的右派。那真正在拍大陆主旋律白毛女那些，是一早就到了延安的那些演员，你知道。所以如果大时代的改变，整个市场的改变，香港电影没有了，就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我不是指区域方面，我是指就现在很多人批判，就是香港本土的那种岗位没有了，那他们现在会转头拍内地题材的那些电影，那这样子我不知道导演您是如何看。我觉得创作人每个人去选择吧，自己选择。您这几天都来金马影展，你是陆生吗？一定无理。你是陆生吗？我现在是在交换。我之前在那个大陆看电影杂志做过几年，然后我还看过您那边有专访，电话专访。我一听就知道了。他有需求的，其实小鲜肉不是大陆发明的嘛，对不对？最早的时候，这种偶像也不是华人区的，是日本最早。就是你现在看到郭敬明的那些王子公主，我小时候就看过漫画的，他一个重演的，其实，所以他小鲜肉他是市场的一个现象，我觉得不需要太管的，它是一个过程，因为他大陆所有的事情都是高速的发展，因为现在如果你们去研究他的经济啊、房地产啊，所有都是一窝蜂的。因为为什么那么多人进来这个行业呢？其实美国以前一样的，我知道美国很多是干监狱的、公路的、法务的，那些也是等于美老板的意思。因为这个行业有虚荣，那再加上现在的全球的热钱很多，我们钱很多的，就是没有用的钱，大家拿来买股票、买基金的钱没有用，你不会拿来买苞米。这些钱很多的，大陆更多这种钱，它是一窝蜂进来。我觉得虚荣是最多，而且很多是骗子。台湾以前没有骗子，有。台湾现在网上骗子那么厉害，对不对？香港的骗子有，很多是骗这些老板去，所以它现在是一个现象。因为到最后，在包括去年是所有的购票网站的打仗，他们在烧钱。所以很多补贴的钱是，你看9.9这种是很多网站来补贴，那这种已经开始过了，所以我觉得它怎么样都会回正轨的，因为观众是学得很快，学得很快。你不要以为小镇青年就要看比较差的片，他也一样开法拉利的。中国的小镇里面的法拉利不能上高速的，他可以买一台在村子里开的，很怪的这个地方。所以它包括观众的进步，很快不需要2年时间整个调整，今年已经在调整。观众明年他会放弃很多戏的，这戏是骗不了的。
所以这方面还是要有信心。是，观众在进步，小鲜肉也会进步，演完小时代还是可以演再见瓦城的。那这边有没有特别的机会？其实国语比较好。其实在这个我们创作这个过程是已经99年的时候已经是这样，就我们希望把它现代化一点。你古装片不代表它的感情是旧的。我个人认为，我们人类其实科技进步，其实我们没有进步过人性。3000年前的人就是这样，稍微进步了一点而已，只是科技进步。所以我觉得我尽量把现代的感情放在古装里面。我相信古时候的人也一样的嘛，跟现在应该差不多的。所以这个是刻意把它modern 一点，因为现在的观众，你们在座的都是老观众，现在数据在华人市场里面，其实最大量的是00后的观众。去年开始，已经全部大量的00后，90后你们都是大姐。所以，爱的这个是爱情是电影里面一个重要的元素。虽然都是很老套的，其实几个大的电视剧里面把我们的人生都拍在里面了，有多夸张的全部拍过的。你开了电视来看，全部拍过，就看你怎么把它重整，重新处理。没有新鲜东西，这个世界上更存一样新鲜的事情，有吗？没有。在电影里面最大胆的题材，过去30年可能就是把同性恋的题材放在荧幕上。现在很多国家拍完就被枪毙了，在中东，对不对？最大的突破就这样，但在我们中国的戏曲里面，以前已经有了，所以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现在是越来越难开的。除了爱情之外，我看还有十三跟上岁月那个兄弟之爱，还有那个十三对川民那些爱，那其实是不是想反映反映？反映，其实现代社会是缺乏表现这种爱呢。你说比较深说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但通常那种英雄片，男人跟男人都是有点，通常就是一样。我没有太想这个，真的。有时候你们也别想到那个导演是想的太多这个事情。没有关系，是，就是有我也不太在宣传的时候，今天我跟很多记者，他们问我这个创作的意图，我就跟他们说，其实每次我说因为这个意图是不重要的，就我本身拍这个戏的过程很长，就我跟这个电影是这个电影的是有生命的，因为它可能会触动你们，令你们感动，令你们笑，所以它本身有生命。那我拍完这个戏，我自己在最后一次的影院的检查完之后，我跟他就是关系就完结了，演员跟他本身有关系。然后在影院里面，刚刚其实每一位观众你们个体跟他会产生一个关系，那你们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你们有些人很讨厌三少爷，对不对？可能哪位女士你的男朋友就像他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所以我的意图是完全不重要的。问题好大，说我好的不成问题。这个我说也没有用的，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我当时也有，因为香港主要的原因，香港的年轻人现在不看合拍片，所以这个戏我又跟他们说，我为什么我要来台湾呢？因为我知道他要抽签的。就我这些人的赌运是很差的，我认为他抽不中的，所以我们发行的公司就直接，我们这次是要跟皮大西洋远传是吧？因为隔太远了，我们直接就要上线。那在我来说我是没问题的，所以我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才来。那对于台湾的电影，
我的少女时代我也很开心看的，还有以前那些年，那这两部戏在上映是很厉害的票房。那我在想，为什么台湾的业界不联合一起，甚至政府要给一些资源去攻陷香港的市场？其实有人做，但他也不是所有戏要成功的。所以他现在这个现状，你要问我，我也没有说不出的所以然。拍电影没有专家的，我觉得现在，包括科技，包括现在整个媒体全球化等等这种发展的过程里面，以前我们常常说是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现在整个中国的市场，很多行业，你三个月就很大的变化，半年后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以前的计划，在我的人生规划，我的工作上，我是用九个月来规划，现在我都不了。我不太知道明年春节后华语电影会怎么样，它会全面开放还是非常严的收紧，这个政治上的题没有人知道。所以台湾的电影，我觉得我也来过台湾跟一些年轻的导演去沟通，他们有些人是意图希望进入大陆的市场，因为始终资金多，但有些我觉得也不需要硬为了钱要做一件事情，因为你要去江浙这个市场，你就是等于要改变你整个生活，不是那么容易适应，所以你可以做一个尝试。但台湾的电影我不太了解，我知道它的困难，但是每个地方有很多地方比台湾电影更困难，就马来西亚它也是很刻苦的做的，泰国、菲律宾很多电影人都很多。所以我觉得本土电影是重要的。那我跟陈可辛，比方说这一批有已经有能力的导演或者老导演北移的，其实留出了很多空间。今年像这样讲，有20个年轻导演，就留了一些空间给他们拍一些本土电影。所以整个发展我不太清楚，未来这五年可能变化也比前五年更大。好，我们再看哪位朋友的提问啊。那么严不要那么严肃。好，有没有不严肃的问题要提问的？你念研究生的时候报我的课吧。很难去这么短时间的，我可以说一些请坐吧，我可以说稍微有些趣味的让大家知道整个东西太长了，就因为它因人而异的。我在开录演讲的时候我是非常有自信的，新人没问题，我训练了21个，然后有一个走掉，我后面加了一个进去，21个人。但在我拍的时候，我就开始戴太阳眼镜去学王家卫，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拍他们。你对他们这种演员是我第一次遇到的，这种我在拍他们过程里面，我才想到吴孝贤导演拍就是非专业演员，然后这个方玉萍，香港的方玉萍呢，拿过3次香港电影奖的，拍的全部新人，全部非职业演员。我又在想，张艺谋导演拍一个都能少，小孩全部那里面那个村长就是村民们的，是多困难。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打电话问他们怎么拍，所以只能戴着太阳眼镜。那为什么呢？他们这些年轻人里面，所有的人的父母都比我小，他们的家里，我叫他哭。有六个女孩子，没有一个哭得出来的，因为他们连死亡都没有面对过。爷爷奶奶的爸爸妈妈都还在，我不知道怎么去引导他们，所以拍他们是一种方式。那如果一般情况下，我对一些新人啊，专业演员不说了，对新人的时候，这个很多导演都有用的，我就看他怕不怕那个镜头。有时候他很紧张的时候，我的机器要离他远一点，有些我就可以靠近。演员的性格也不一样，比方说你拍刘德华，你就可以在戏里盯拍，很多人围观他演得很好，你这样看他太有些演员不行的，看到很多人看到还行不行，那我一个人拿布把他拿起来。所以这些都是很多的技巧，需要我相信在学校里面是学不到，你必须要进入这个工业，然后每个导演的手法都不一样。现在年轻一辈的导演比较，我看到他们这方面的经验就比较少，
因为我的成长过程里面都是老导演，我没拍过李翰祥，但是同一个片场里面他是我的长辈。这些导演他专注的以前的电影是为了说画面的，就是哇这剧本好，里面的对白写得好，演员演得好，他们都是以戏为主的，还没有画面，画面都平平稳稳的，最多铺个轨道这样。所以怎么样去引导一个演员，我是旁观看一下很多老导演。现在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职业导演他拍电视尤其是那些，他是像一个工厂的这种流程，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对一些年轻导演，所谓小鲜肉去评级说他们的戏演得不好，其实不公平。他们当时帅才进这行的，但是也没有人去教他们，经纪人就是利用他们去每一秒钟来赚钱，其实他们没有经过训练。所以去年我是金像奖主席，那些人问我记者，为什么还是那些演员来来去去拿奖的是这些人，好像我们掌控去操控一样。我说那你们现在年轻的那些拍了些什么戏能入围？没有，这也是一个现象。所以我认为也不能把这个责任全部放在这个年轻人的。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演员方面怎么样去指导他，这种你要用很长时间，如果你要到那里要很长时间去学啊。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再让朋友们提问了，不好意思。本来今天是尔冬升导演来谈他的新作，没有想到大家的问题问变成两岸三地的电影教育、演员训练跟电影政策，全都问到尔冬升导演身上来了啊，真是辛苦你。我想在导演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再告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的啊，让你做一个简单的结论的。我是对这个公开的说，我就觉得要改变一下你思维，就抽签这种东西。因为大陆其实对台湾电影没有限制，没有限制。你透过网络，其实我们很尊重版权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我又不能呼吁大家在网上看那些没有进来的电影，翻墙出去看，其实他没跨区，没有版权。我觉得这些都要改变一些思维。不是因为我这个戏，很多戏没有，因为大陆很多戏，我们不要把它要录生那么多，你看，对不对？可能很多都是谈恋爱的两地，国共不一家亲嘛。但现在多了个绿党，绿的民进党，就我觉得在文化上，其实基本上我们不能，政治在我们生活就影响我们。但如果在座现在你们就陆生等等，我们必须要超越这个东西。我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不看，Donald Trump跟我无关的，其实跟你的生命有关吗？我一到这边就拍所有的电视台，哇，每天吵架，跟我生活无关，他不能骚扰。如果做创作的人，我认为要一个去理解就可以，要投入的情绪在里面。就世界杯，巴西跟德国去踢联赛，打什么架的？关我们什么事呢？让他打，因为我们在要想办法脱离政治。现在政治对我们的影响太大，包括创作，包括我们生活，所以我觉得尽量是把它单纯，这样才能过舒服一点的日子。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OK， 那我们希望抽签的这个遗憾早日被弥补吧。那也非常谢谢今天各位的参与，然后更加的感谢尔冬升导演精彩莅临。我们最后再掌声，谢谢尔冬升导演。谢谢大家。